静岡くらいだったらすぐに飛んでこれるよ。鈴木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私は鈴木って人が好きだから。え、何が？なんか告白した？さっきも何度か電話したんだよ。ごめんね。あれが来てないの。私にもまだチャンスはあるかな。俺たち終わってたんだよ。ずっと一緒だと思ってた。イニシエーションラブ。あなたはすでに騙されている。原作とは異なる衝撃のエンディング。誰もがみんな騙される。たっくんが好き。各界著名人が大絶賛。たっくん、イニシエーション、子供から大人になるための儀式なんだって。最後の5分、全てが覆る。常識を覆すラブエンターテイメント。イニシエーションラブ。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最后五分钟带来爆炸性结局的《爱的成人式》，给了所有观众一记漂亮回马枪。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性作家安娜为我们分享。安娜好。大家好。安娜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爱情咨商师哦，所以就你来看，我们回到了《爱的成人式》的精神主轴。所以安娜觉得，在爱情关系里面有没有登短郎的成人仪式呢？我觉得如果说是以在书里面他在阐述他的主轴，他的所谓的成人仪式跟身体方面的比较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跟心灵上面比较有像直接的关系。嗯，那我觉得在作者里面所阐述到的这个思想主轴，他认为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就很像说我们一开始初恋的时候我们谈恋爱，那我们很可能就会觉得说啊，遇到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了，所以就是一辈子，我会一辈子爱他，我会一辈子守在他身边。可是事情会变，人的想法也会变。就像说我今天这一阵子很喜欢吃巧克力，我可能下一阵子我就觉得说哦，我比较喜欢吃软糖。嗯，所以既然你吃的东西都会改变，甚至你在工作上你都不一定会长久的维持在同一份工作里面，那更何况是人跟人之间的吸引力，或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互动上。嗯，所以我觉得在爱情里面，或者是爱情关系里面，他所谓的登短郎的仪式是真的存在的。那存在是大部分情况会发生在我今天我跟这人在一起，那后来我们分开了，然后如果说是对方跟我分手的，我会觉得很难过，我会觉得说，哦，我这么的爱你，嗯，那我这么的用心为你付出，可是你为什么把我丢掉？还有哪里不够好？对，你为什么把我舍弃了？嗯，然后，但是他也不会，对方也不回头了。那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会去挣扎，你会去思想说，到底我过往以前的想法错误了吗？嗯，我用心的去爱一个人，这样子的去付出，嗯，我做错了什么？是这样是不对的吗？难道我的付出？我给予他的爱是他不要的吗？是他不习惯的吗？嗯，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想一件事情。嗯，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说我们要活在当下，所以谈恋爱也是这样子，你会比较专注在于当下两个人的沟通互动相处以及价值观的认知上面，而你比较不会去一直去思想说，哦，我未来就是会跟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就是没有所谓的绝对了。嗯，在你心中的那个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从此会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个想法已经被你挪去了。嗯，所以基本上来说心境的转换都会透过可能几段感情过后，你每一段感情过后你有所收获有所成长，你的想法也会不一样。嗯，绝对会跟你刚开始谈第一次恋爱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所谓作者想要在小说里面去传达的登短郎的成人仪式。嗯，所以在书《爱的成人式》的书里面呢，一开始你会感觉到说这个笔触非常的少女心或是少男心，白雪公主跟那个白马王子当初的这样子的谈恋爱的心境，但是呢其实这样子的少女心或少男心的笔触是出自50岁的大叔之笔。所以安娜很早之前就已经看过了千户桃写的这本小说嘛，可以先帮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故事吗？还有你自己的观后感？其实它就是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爱情的推理系列的小说。我仔细去看，我从因为它的整个书的主轴是分两个部分，有 A 部分跟 B 部分。我从 A 部分开始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好像进入了我当时初恋的那个情境里面。情境里，所有的羞涩啦，所有的一些小鹿乱撞的那种心态，然后会觉得说，哇哦，就是一个很单纯、很轻松的恋爱。因为你在一开始谈初恋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想说，我未来要怎么跟这个人去共组一个家庭，我的财务状况要怎么分配，然后我们要如何去沟通。对，你不会去想到现实的东西。你的初恋通常来说都只有爱情，你不会有面包这个部分。所以在整个主轴，我从 A 部分开始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哦，我好像进入了一个谈恋爱的氛围里面，初恋的氛围里面。我就在想说，那他的推理的部分在哪里？但是因为他的整个书的简介有讲说，你书整个看到后来的倒数三行最后面的时候，哎，你会有整个爆炸性的反转，你会发现说，哎，我怎么前面所看的都跟我后面不一样？怎么跟我想的都不一样？你就开始立马再往回去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漏掉什么线索。所以他整个主轴进入到 B 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当初原本想象的那样子青涩，然后很羞涩，然后很开心的那样的恋爱氛围已经开始不见了，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另外一种爱情风格，它比较有点，我对我来说有点爱恨纠葛。因为开始进入了，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就从男主角他离开了原本在的地方，到东京去工作。他跟女主角变成是远距离的恋爱。那远距离的恋爱会借由时空不一样、距离的问题，你们感情会开始出现有些异动。那这个时候，哎，又有新的女生出现。哎，那这个时候就是考验着这一段关系会这样子发展。然后就这样子看下去，我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恋爱故事。但是到后来，他有一个结局的爆炸性的翻转就让我觉得，哦，原来它不只是一个恋爱的故事，它里面有很多蛛丝马迹。它在文章里面段落里面，它会有提到一些东西，其实那些都是可以推理的线索。所以它对我来说是一本很有趣的爱情书，揪心的爱情书。然后同时它也是一部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推理作，就是透过这些就是小小的身边周遭的小的物品，可以成为你推理的线索，让你更了解去知道说这个爱情的关系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在最后的三行会给你一个爆炸性的结果，一个爆炸性的反转。就是你会觉得，哇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在爱情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变得比较盲目一点，会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对，就好像隔了一层面纱，那个面纱是把对方美化了，感情结束了之后，你开始能够看清，在一个冷静的环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看到整个事情的全貌是什么。一个非常像录音带的书，对不对？有 A 面跟 B 面，可能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根本没看过录音带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 A 面跟 B 面究竟是什么关系。但是这本书就真的是让你想要再重新再回去再去再看一次的一本书。也最后导演也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改编了，所以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小说跟电影它个别精彩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小说很比较，因为它是一本书，你可以拿在手上，所以它又是一本推理作。你看到后来，你发现，哎，怎么跟自己想的都不一样的时候，你可以立马再翻回去找线索。电影的话没有办法嘛，总不能说我看完电影，然后说，哎，不好意思，那个可不可以再放一次？我没有看清楚，就不能这样子。所以他在电影的时候，他的结局跟书里面的结局虽然说走向是一样的，但是他演绎的手法是不同的。那电影的话，它比较完整的去让你看到整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它会把线索啊，哎，用倒带的方式，哎，让你去发现，就是让你去找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是跟小说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小说来说，因为它的结局结尾就是非常的迅速，又非常的怎么讲，简洁有力。所以你会觉得你看完就是啊，发生了什么事？就脑中一片空白这样。然后你开始去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会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不管是对男主角他的后续发展，或者是说那女主角她的心境，哦，她究竟是一个怎样子的人，基本上你会有一个比较多的想象空间。因为整个小说的主轴，我自己看来，我这样从
一 A 部分看到最后，我会觉得我一开始以为主角是男生，整个主轴是在讲男描述这个男生 focus 在男生身上，嗯，可是后来发现其实主角是女生，但是作者又很巧妙的，他没有太多去阐述女主角的内心戏，这个保有了很多想象空间。嗯，那因为书你看不到女主角的神情，但是电影你是看得到的，所以你可以从电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看到女主角的表情啊，跟她的一些感觉，大概会有一些蛛丝马迹，你比较容易在透过电影里面，你比较容易找到。嗯，我觉得是这样，差别在这里，嗯。我觉得在书里面很精彩的部分是，我一开始就知道它是一个推理小说，嗯，所以我就知道一定要找线索。嗯，所以我很认真的看的每一行字，就这样子读读读读。可是看到最后的那三行，我就突然吓了一跳，我就说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嗯，我到底漏掉什么？我会再往回去翻。嗯，但是电影的话，可能 take 的角度，它会特别去，有时候它会停留在线索，嗯，比较久一点。嗯，所以你一般的可能影迷或是读者就会去好奇说，为什么他要停留在那边这么久？或许那是线索，嗯，所以你可能在电影里面就会稍微发现一些东西。嗯，那再来就是电影跟小说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是，在电影里面，因为小说的 B 部分的男主角的个性是比较，他的个性是比较暴躁的。嗯，那在书里面其实也没有写的，没有让你感觉说他真的是那个样子。嗯，可是电影里面他的演绎，演员他们的整个的表现是让你觉得说，哇，原来他的情绪是这个样子，他的个性是这个样子。嗯，你能够比较深刻的透过电影去看到每一个角色他们的人物的个性，特质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电影它精彩的地方是在于它是很生动的。嗯，然后它透过电影演绎的方式，你可以常常被它抓住你的目光。嗯，你抓住了目光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好像跟着电影在走，跟着情节在走。嗯，那还有它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它的故事设定是在80年代。对，那它会有很多我以前没看过的东西，怀旧的东西。对，它有很多怀旧的东西，而且是非常的，我现在像说，我那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的发型，或是他们的服装，就会让我觉得会心一笑，很有趣。对，那这个是书里面它没有办法去呈现的地方。对，各个精彩度不同。再来就是电影的最后面的结局跟书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嗯，所以它的电影的方向是让你会觉得，你会很有感觉的，跟书里面不太一样。书里面是你会立马想要回去再翻，到底发生什么事。那电影的部分是他直接当头棒喝的告诉你，然后就是重新的再演绎一次。是，所以我们刚刚私底下有讨论过，《爱的成人式》究竟是不是了解爱情的一个很好的范本呢？所以安娜觉得，究竟要怎么样学习爱呢？是你的专业的部分。学习爱这件事吗？对，我觉得其实学习爱这件事一直都是不容易的，因为从我们小时候没有人教我们如何要去爱自己，如何要去爱对方，可能大部分的父母会跟你说，你要保护你自己，你跌倒了，你受伤，你要擦药，处理伤口，可是很少人告诉你说，你心里受伤了，你要怎么去处理你心里的伤口。是，所以包含你求学的时候，在学校里面也没有一个教授专门去针对爱这件事情去教你，可能会有性教育，但是没有一个人真的出来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爱对方，你要怎么去爱自己。所以我觉得透过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上，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通常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找到了我自己。一开始的感觉是我好像找到了我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个懂我的人，了解我的人，然后我开始跟他产生了一些归属感。所以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没有人教过我们说我们怎么去爱对方，所以我们会用我们自己习以为常的方式，跟习以为常的规律的情况，去面对爱这件事情，去面对两性的关系或是爱情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很容易会遇到瓶颈，就是对方希望你给他的爱是长得像 A。可是我们以为的爱是 B， 那我们以为的爱是 B， 我们又觉得这个 B 很好，所以我一定要给他。所以当我把 B 给他，但是他要的是 A 的时候，就会产生冲突。对，那基本上来说，可以透过沟通，两个人去协调，去达到平衡。像通常来说，如何学会爱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说，你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跟你去做学习，
或互动，你才会知道，在那个过程中你会去成长，你会去蜕变，就包含你如何去爱你自己。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可能是在感情跌倒了，哦，我失恋了，我受伤了，然后才开始发现，哦，原来我以前都这么的委屈我自己。譬如说他遇到一个会打他的另外一半，那他一直觉得或许我用我的爱，我一直爱他，我一直爱他，我一直付出就会融化他，他会改变，然后就浪子回头之类的，就是他会真心的对我好。可实际上他发现原来他的另外一半不是这样子的人，而且甚至可能我出手打你，我隔天对你好好的，然后可能我后天又打你，然后甚至我也劈腿了，然后分开之后我也对你没有什么愧疚感，所以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你会开始进入一个情绪很低迷。当你的情绪走了之后，你会开始去反思说到底在这段感情里面，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或是我到底我误会了什么事情，我假想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在爱情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对，就好像隔了一层面纱，那个面纱是把对方美化了，把对方神化。那你通常来说都要到感情结束了之后，在一个冷静的环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看到整个事情的全貌是什么。那基本上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你会去发现说，哦，原来我过往的方式，我这样子爱他，可是我忽略了一个最大重点，是我弄丢了我自己，我没有爱自己。那老生常谈嘛，你不爱你自己，你怎么知道如何去爱别人？因为你不知道怎样子的爱对自己是最好，是最温和的，那你也很难去给予对方他想要的。你要先了解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去了解别人在想什么，别人需要什么，然后以一个同理心的角度去看待你的爱情关系。所以我觉得，在学爱这件事情上面，沟通非常重要。然后以及情绪，两方一定要记得把情绪拿掉。因为你在情绪上的时候，你在争执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你就不会知道说你自己的爱情出了什么问题。你付出的方式是对方，对对方来说是他要的吗，还是他不要的？不管是电影或者是小说，你都会觉得让人家觉得很出乎意料。那我会觉得他很棒的地方是，你一开始会觉得说，因为他很好读，很轻松读，你可以很快进入那个情绪那个氛围里面，那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就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可当你后来看到结局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再回去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它是这么惊人的一部作品。对啊，那我可以问你吗，就是究竟来找你咨商的 top 3的爱情问题究竟有哪些？还有像是电影当中也有谈到了多角的爱情关系，是，就是就你来看的话应该要怎么解决？因为有分男生跟女生，其实男生女生问的问题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男生很容易问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判别说这个女生对我有没有意思？有没有意思？对。那女生的问题可能是说，为什么我跟她约过第一次会之后，她就不再理我了？或者是说变得有点就开始变得冷淡？是我出了什么问题吗？是我做错什么事情吗？所以大致上的问题可能在会归类在恋爱前、跟恋爱中，还有恋爱后。就是、前中后各有不同的问题，那每个问题其实都还蛮犀利的。是像恋爱后的问题，我觉得比较犀利的问题常常就是，我现在男朋友在一起五六年了，那我们也论及婚嫁，那双方父母也都 OK 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或者是说我去国外玩了一个月，我认识了新的人，结果两个礼拜那个爱情的火花就烧起来了，烧到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择我要的爱情。基本上那个时候我会去问他说，你先首先要考量的是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以及我会去问他，请问你现在几岁？因为很多人他有些人来找过我是他可能跟我讲说，哦，我今年22岁。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你还有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去尝试，你可以去体验这个生活，体验爱情，体验很多事情。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唯一缺乏的是你少了宽阔的视野，你的眼界打不开，你的心也打不开，所以你所看到问题就会，这只是一个点，可是就会放得很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你玩够了吗？因为我觉得进入婚姻那是
很不一样的世界，那是有责任的，有义务的，不是那种我进入了然后我发现啊糟糕，我还想玩，我还想再去外面多跟人家约会或者是去恋爱，然后就说不好意思我要跟你拜拜，不可能，因为那已经是不一样的关系了。所以在这个状况，如果他年纪很轻的时候，我就会去问他，你想清楚你真的想结婚了吗？你想要结婚是为了什么？你因为什么而结婚？你爱这个人，你的爱的程度是什么？你的主要的跟他相处的方式是什么？以及公婆之间的问题呢，你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吗？以及面包财务上的问题已经都处理好了嘛？那面对那个新的对象的时候，你跟他，你觉得你跟他有火花，那是为什么？就是你跟你现在男朋友没有办法有火花，或是你现在女朋友没有火花嘛？但是火花其实是可以再创造的。所以如果说今天对方是一个可能三十几岁的女孩子，那我就会去问他说，你的考量主要考量是什么？他说他想结婚，但是他又会觉得说婚姻里面没有一点爱恋的感觉，他会觉得走得很辛苦，那我就会问他说，那你现在假设你现在38岁，那请问你理想婚姻年龄是什么时候？他可能跟我讲说30岁或33岁，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已经现在38岁，可是如果说你现在选择的是一个新的人，那很有可能你40岁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办法结婚。我就在问他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你有想要生育的考量吗？然后如果说有，我想生小孩，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如果再拖下去再久了，那对你的身体会不会造成负担？对胎儿来说是不是会有一个负担？所以为什么我要去讲这些东西，去丢问题给他们？这是因为一个人他如果被情绪困住的时候，他很难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他现在的问题，他只会 focus 在一个一翻两瞪眼，我要嘛这个要嘛这个，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然后我就一直困在情绪里面，或者是说好吧我就两个通吃了，然后到时候东窗事发的时候再说吧。可是我觉得这是对新的人或是旧的人包含自己，我觉得都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是，所以我不会去告诉人家说你一定要怎么做，而是我会给他几个方向，让他去思考到底真正你要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才是适合你的。是，所以我们回到爱的成人是安娜，你会怎么样推荐他呢？你觉得他最好看的地方在哪里？他到最后倒数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个结局的大反转，不管是电影或者是小说，你都会觉得让人家觉得很出乎意料。那我会觉得他很棒的地方是，你一开始会觉得说，因为他很好读，很轻松读，你可以很快进入那个情绪那个氛围里面，那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就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可当你后来看到结局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再回去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它是这么惊人的一部作品，也是我觉得业界会这么多的人在推荐这本书或是这部电影的主要原因。就是它让你觉得它没有什么，可实际上他很厉害。我觉得是这样子。他写出了鞭辟入里的爱情关系，非常的真实，然后也非常的让你出乎意料，原来是这样。对，而且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一开始会假想说，哦，女方应该就是一个很纯真、心地很善良的女孩子，然后是一个很可爱的，就是那个形象，你会在你的脑海里面去出现，但是到你后来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女孩子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甚至一开始男主角那样子傻傻愣愣的模样，到了 B 部分的时候，哎，突然他的哎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这就会让我会觉得说，好像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哎，原始的本性就露出来了。我一开始以为是这个样子，以为是这样子，对，所以这是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是。今天非常感谢安娜帮我们分享《爱的成人式》，谢谢安娜，谢谢。